我叫唐三，我叫小五。唐三과샤오의이야기지금부터보러가실까요성원촌에살고있는소년탕산그의일상은 장작패고가져와서죽끓이고누군가한테배송하는데爸你怎么又喝多了睡在这里会着凉的대장장이아버지와둘이살고있는탕산그런그는매일같이산으로가서아무도모르게현천보록을연마합니다그렇게열심히연마하고돌아오는길갑자기호랑이소리같은게들리는데조심스럽게다가가서열어보는탕산미친듯이도망치다가능력을씁니다한대쥐어맞고눈이멀어버린거미는더들이댑니다살았습니다眼睛响他的眼睛是你弄瞎的그렇게눈멀은거미는덤비다가손톱한번보여주자튑니다거미괴물한명보냈더니이젠인간괴물이你神圣鬼我叫素云涛来自武魂殿 我叫唐三有什么好怕的谢谢你救了我我得先走啊그의손을잡아끈소운도는알수없는말을합니다你连武魂都没有觉醒居然能打瞎人抿不住的眼睛我就随便甩了个钉子他动作太快自己撞上来了按理说能跟魂兽战斗的只有魂师我只是运气好而已그렇게집에돌아가는탕산武魂是内心力量的外在具现그렇게그는아빠한테달려갑니다我今天森林里看到好大好大一只蜘蛛幸好有个宿舍叔叔先救了我他还给了我本书这书上说啊斗罗大陆上人人都有武魂爸您去过除了咱们圣魂村以外的地方吗다들은아버지의한마디救命了그리고포기하지않는아들他还说他也是一个魂师那大蜘蛛是什么魂兽我觉得像素叔叔那样当一名魂师挺好的特别神气不知道在将来我有没有机会也成为这样一名魂师呢이튿날그는무운을각성한곳에옵니다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그렇게탕산도각성의식에참여하고伸出右手그의손에서피어오르는그의무기는바로풀안인草사용할수없는무운이라고하는데요防御拥有这种废武魂是不可能成为魂师的天生满魂力그렇게그는영업당합니다你想不想加入诺丁学院알고보니탕산은무운이두개였어요果然是昊天锤昊天锤左手这个武魂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记住在你的未来永远用你左手的锤子保护好右手的草그렇게낙정학원에도착하는탕산추천을받아입학하러왔다고하자入学的是推荐信没有滚여주를만나기도전에학원도못들어가게생긴탕산과연어떻게될까요